好，谢谢啊，感谢各位小哥们。看台我就来993，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啊。对，不是现在流行古风，现在是最安全的就是古风。就这么说嘛，你说平时大家上哪个直播间都是这样式，都是这样式的舞蹈，谁不会跳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段时间都大声推广别的各种各样的舞风，对不对？迎合大众的喜欢，不仅仅就是只有这样式的大家都会跳，性感嘛，对不对？陶就当陶冶一下情操，天天吃肉吃多了，对啊，这样古风可以跳呀，对吧？吃肉吃多了，现在然后咱们吃点蔬菜没有？来，官方的话，官方大大有没有响应绿色 YY 我的爱嘛，对不对？多推广一下咱们的中国传统舞蹈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是不是？我觉得中国传统的古装古风比这样式的舞蹈性感呀。对，有气质，就是平时这样式的舞蹈看多了，然后看一下这样式的舞蹈也挺好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九啊，大家喜欢主播的话，这边直播室通知勾勾，一起帮忙我上勾一下啊。对，开火车现在不让开车，绿色出行。然后正下方有爱心的小哥哥帮忙那个点一下爱心，有花花的哥哥们把花花点一点啊。等一下，我袋子好像掉了。稍等一下，OK， 给那个花花送不了了，没事，慢慢送嘛，给他聊天儿够不到。换句 OK， 给大家跳第二个舞蹈啊，第二个舞蹈，这个吧，离人愁。喜欢主播不要忘记点一下咱们的关注哦。我是一个来自四川成都的姑娘啊，谢谢，感谢为所欲为。虽然是古风，但是也要点关注，毕竟其实我是跳爵士的啦。我把那关望
也有钱，当年起我不归浪。今夜太漫长，尽量孤洋洋，尽人力枯叶瘦花黄。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。莫把那关外野游留佳人等候，梦里上此情高几楼。把关注的人点一点啊，那个电脑用户屏幕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勾勾啊，咱们还差50个左右就到，刚好到1000整数，大家没有点的哥哥把那个直播室通知勾勾往上勾一勾啊，勾一勾，勾一勾。我是死团的，其实因为直播播太多了，所以播出了一股子东北味儿。东北味儿，我害怕我用四川话跟林子博你们听不懂。然后正下方有爱心的把爱心点一点，有花花的送一下花花啊，感谢各位哥们。哦，好热呀。然后给大家跳最后一个舞的啊，抱一抱啊，抱一抱，那个抱一抱，抱着我那个妹妹上花轿。四川话要懂吗？然后那个来把直播室通知勾勾勾一下，手机用户正下方有那个关注往上点一点哈。最后一个舞蹈来，咱我只有一个麦序，我是过来帮忙顶档的，然后各位哥没有点的点一下，不然到会儿找不到我了，你们会晚上睡不着觉的。一种相思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两处闲愁独自寂寞向心头，相思离愁，无言处你我蓦然回首，但愿人长久，回忆满千流，敢问谁能奈何无尽人间的去留。明月不知离别苦，化作相思何以解忧愁。叹息而你情又如何，千里万里桥头奔走，遥望你的山长水阔，没有鸟语花香，点点交通雨后睡梦里寻他，嫦娥翩翩起舞，唯有落花翩翩随水波逐流。一种相思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两处闲愁独自寂寞上心头，飘零在角落，你有多少人知晓佳人梦里